是那种比较厚挺料的棉麻，可以延续到转换季，未来你可能可以穿薄长，它是完全 S 号 M 号 L 号穿下去啊，肉肉一样帮你收得好好好的。胸围因为我们粉丝也蛮多，就比较丰满的胸围，前面呢都是我帮大家做松紧织带，这里大连肩带都是这样堆堆堆堆，后背呢还有很可爱的小小的绑带，那里面的小背心你可以穿宽版的、短袖的、长袖的或是平口的，随便你哦。它是夹裤裙，所以很方便啊，就像我这种动作很大的人，就是可爱的，也不用担心曝光哦。